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三河市，这个城市是建于1634年，人口将近13万，它是位于魁北克市和蒙特利尔市中间，它在圣劳伦斯河的北面，因圣莫里斯河汇入圣劳伦斯河的地方分流形成三个河口而得名。主要的工业有造纸，还有电子、食品加工和金属铸造等行业，有一所魁北克大学分校。我现在身后的就是音乐厅。这里还有一个吊床，现在我面对的就是圣劳伦斯河。这就是圣莫里斯河汇入圣劳伦斯河，两个河交汇的地方，这明显的颜色不一样。这是一座教堂，教堂后面是一座学院，应该是教会学院。来到了三河市一个信息中心，前方还有一个灯塔，有一棵不锈钢的圣诞树。三河市我们就参观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